每一件事情上面的安排，比如说你总共有十八件事情在被规划了，然后你完成了其中的一半。那当然你可以透过类别的方法来分析，比如说像我看起来就是最专注健康的，那工作跟娱乐的项目是相对比较少的。那在不同的类别里面一样有完成度的差别，对自己的喜欢的事情就会更加的了解了。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与其说管理代办事项的软体，不如说是可以让消费者更认识自己的一款产品。不刊动新闻台北报道。